谢每位朋友的支持和热爱。我相信呢，我们台上的每位接下来也会带来更多的精彩的作品和舞台，带给大家，带给大家更多快乐的能量。好，我们2023夏日限定演唱会要接近尾声了，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华华的世界里，朋友们。